大家刚才听赵校长介绍，肯定有个印象，说我这人太杂了，干过那么多各种不同的单位，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但是少了一块儿，就我其实也是一个满世界去做调查研究的人。之所以敢在这儿讲全球危机，特别是讲全球化危机，是因为很多问题。我们是因亲身经历而产生问题，带着问题意识去做调查研究。等到有了一定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国别比较。那我们最近出的一本书，叫做《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在分析全球化的参与竞争的主体。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稍微的脑筋急转弯一下，就可能应该想得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主体，不可能是个人，对吧？也不可能是单个企业，对吧？参与的主体是国家。说到这儿，就难免大家可能要有点严肃了。那如果竞争有胜有败？那胜者自当别论了，那败者呢？国家失败。所以，当我们讲到全球化的时候，当我们要讲全球化的这个竞争的时候，我们得明白，从一个国家角度来说，这个国家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竞争，都很难简单的用。某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去衡量，而最终衡量这种全球化竞争到底啊结局如何，要看啊你是 winner 还是 loser。那因此，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分析，就是在全球化走向解体的大危机这个变局之中。人们是在竞掠，竞掠就不存在所谓的比较优势。在这些问题上，我只先开头提一下，目的是为了启发年轻的朋友们多做一些深刻的思考。当我们谈到全球化竞争的时候，先把我们从小学的。这些基本的价值判断先放在一边儿，我们才可能看得清楚今天全球化竞争到底是个什么趋势。好了，我们进入我们的话题。由于全球化竞争本身，它是一个资本，特别是金融化的新的竞争阶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这个全球化历史，在我做的那个《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里边做了一个阶段划分。我们说早期啊，这个西方推进的对后发国家的殖民化啊，我们叫做第一次全球化，目的是为了从后发国家掠夺奴隶和资源，啊，以形成本国的资本积累。那第二次全球化呢，是当这些资本积累导致这些国家形成了工业化之后。那就要去占领产品市场，那就工业化国家，去占领全球产品市场，形成了第二次全球化，那当产业资本对全球扩张，那形成了生产过剩，那就是上个世纪初啊，大家应该知道，二战起源于1933的生产过剩大危机，我想你们高中都应该学过，这不算是新知识。那这一波啊，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化，是因这些殖民化的宗主国在海外掠夺来的资源形成的资本积累，它的产业是在本国的。我们把这叫做产业在国化，或者叫做产业资本在国化。那因此，在工人还没有形成国际主义，哈，还没有走向啊这种
工人无祖国哈，这是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还没有走向国际的时候，先出现的是产业资本的资本家，把所有的生产力要素，都控制在本国国内。那当生产过剩爆发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在西方，大家都在追求工业化，以国为单位追求的工业化的客观结果，当生产过剩爆发的时候，就是国与国之间对抗性冲突。那在工业化时代，大家也知道，用工业的方式制造出的武器，肯定是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因此，谁的工业率先转向军工生产，谁就是战争的赢家。因产业资本在国化而出现的生产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就转变为军事冲突。所以二战，当然后来战后，有一套意识形态的包装，特别是战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包装，大家接受了一套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和极权法西斯的这个两大阵营的斗争等等，这些是我们战后接受的。但它的战争的根源，是产业资本全球竞争，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引发的，以国家为单位灭掉他国产业资本，我的产业资本才能覆盖世界市场，是这样一个客观过程。我并不想颠覆二战以后的任何意识形态，我只是说产业资本在国化这个概念是我们这个课题组提出来的。那因产业资本在国化导致二战，二战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我们叫多主体竞争，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有参与这种竞争的条件，因为你都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二战打出来的什么结果呢？是两大巨头分割控制世界，于是乎从原来多主体的产业资本竞争演化为两大寡头的对世界分割控制的竞争。这就是冷战这个体系的由来。那由于冷战这个体系，它内生的具有维护自己这个阵营政治正确的这种要求，是内生性的。我不能把我这个阵营说成是乌七八糟的，说的是非常黑暗的，对吧？因此两个霸权分割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两大意识形态体系，它被价值观所决定，被意识形态所内生的政治正确所决定，形成了大量的包装这些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学科等等等等。这就是各位你们今天教科书的内容。所以为什么毛老人家从一建国我们全面恢复教育以来，他就一再强调要改变这个教育的状况，就你们不用读那么多东西，经典的要读，但是他的那个教育改革的思想一直是对教育体制持相对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的，恐怕和我们新中国一建立1949年就已经身处冷战了，冷战是1946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内含有冷战两大寡头分割控制世界的政治正确所必须的包装当成了我们现在教科书的内容，那恐怕就很难真正认识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长话短说，我们尽可能用一个极简史来给大家用大扫帚先扫一下。那这个冷战意识形态之下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等等这些体系的包装服务于世界两大寡头所分割控制这个世界的客观斗争的要求，那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人的作用，毛老人家的第三世界。他说你们两个美国和苏联你们都是帝国主义，这就极大的改变了西方左翼，就西马们，改变了西马们长期以来认同苏联是社会主义这样的基本理论、基本价值，他把它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然后这两个霸权是第一世界，然后世界上其他的这些所谓发达国家，你们是第二世界。
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今天叫南方，啊，我们是第三世界。他重新做了一个完全不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这个历史演变过程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挑战。但麻烦就在于他今天不在我们的课堂，不在我们的教材，不在我们要学的内容里边。因此中国人解构这个世界，联合了广大的后发国家，就是联合了广大南方国家所形成的一个世界格局的演变，他给了一个新的价值判断呢，就是我们不再，当你把它做了三个世纪的划分之后，毛泽东所代表的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没有那个政治正确，我们的三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正确，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如果我们今天随着国内的这个思想领域中有一种暗中的啊非毛化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它成为主流，那我们就很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看待目前这个全球化解体的趋势。当我们不能再跟苏联结盟，不再成为他的这个阵营的一员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以这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参与其中，并且要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我列了几条吧，给大家看上面这张图，就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些年所谓的高速增长呢，很大程度上是外资流入形成的那个客观结果。稍微往前走一点，因为在座的小同学们恐怕很多都是00后了，稍微往前走一点，就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全面制裁中国，要求所有外国资本从中国撤出，那中国就，你在工业化的这个发展阶段正好是资本增密的阶段，当外国资本全部撤出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资本绝对稀缺，所以整个90年代呢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在89年外资开始撤出，我们就90年进入大萧条，我们是89年、90年、91年连续三年是萧条的。92年邓南巡刺激了一下，那93年高涨了一下，又94年又掉下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困境，财政严重赤字，外汇严重赤字，金融的资本金，大家今天都知道银行一定要有资本金才能吸收存款，但我们当年财政赤字已经把银行资本金全部吃光。注意哈，90年代没有私人银行，只有国家银行，国家银行的资本金被财政赤字全部吃光，叫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按照你们现在学的理论，这种银行应该怎么着？破产。好了，接着，那当然就是银行在没有投资能力的情况之下，企业就进入了严重的不景气。所以我们在90年代中期，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40多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4000多万国企职工不叫失业，那个失业统计不包括他们，叫什么？下岗，待业，培训等等。到了90年代后期，就让他们买断工龄。我不知道有谁看过当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可能年轻娃娃们没看过，就是没钱给他发工资，他是暖壶厂的，就背了好多暖壶，每个职工分一批暖壶，你们去卖，卖了卖出钱来就是你的工资，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应该说在缺乏资本流入的条件下，出现过相对比较严重的衰退，也出现过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那个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平均每年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就达到30人以上规模，这样的冲突一年增长上万起，最严重的一年是11点几万，就平均每天要发生好几十起。当然这么大的国家也难怪，那是农民的负担重到什么程度呢？母军承担的税费负担等等，
高达30%几，个别地方出现了预征税，征到2007年，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啊，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又遭遇到了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几乎所有的当时大家知道四小龙、四小虎，这可能知道吧？四小龙、四小虎的金融危机，其矛盾的严重性比我们都要轻得多。我们在1997年爆发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各个金融机构认真盘点你到底不良率高达多少，坏账率高达多少，盘点的结果是1/3以上。刚才有谁说要破产，这应该是第二次破产了。那接着就要问中国怎么过来的。我刚才跟赵校长说，我说我在国际交流的这些场合几乎没有打败过，是因为我们从来都讲实话，老老实实告诉大家，90年代当我们遭受美国制裁，带领整个西方制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比我跟你们说我们如何困难要重要的多，因为你们都会遭受制裁，你们都有同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怎么走出来的，这是我觉得应该让大家了解的。尤其你们将来都可能会做外事工作，对吧？大家至少应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特点，它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被叫做中国特色，什么叫中国特色？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解释不清楚，恐怕我们将来很多工作就未必那么顺。尤其是当我们讲的90年代后期这场大危机到来的时候，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国家的金融基本上垮掉了，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不良，我们怎么没垮？怎么过来的？好了，稍微再往前多说几句哈，这个可能我漏了一个重要点位。就大家都知道1989年苏东阵营解体，1991年苏联解体。1991年12月份。这时候 ,91 年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要给一个 talk 的时候，那这个哈，没谁会看中，大家都说 next must be China，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 China collapse， 中国崩溃论，就是中国在苏东解体的时候没垮，就是因为我遭到了很多很多人的不屑的那种嘲讽，说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下一个就是你们要垮了，所以我才下决心自费去做了一趟苏东解体的考察，我走了40多天，一个人背着包去的，回来写了份报告，讲苏东七国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没有任何官方身份，而且这些国家有些还处在战乱之中。好了，所以我说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是真实材料。那我们理解呢，就是中国在90年代遭遇到美国带领西方制裁，然后你遭遇到苏东解体，苏东解体之后中国是一个应该被世界认为是弃儿，你们早晚都要垮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遇到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然后到90年代后期又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然后我们这个大量的企业倒闭，然后大规模的失业下岗，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非常复杂。因为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要给一个简单的回顾。那接着就得说我们怎么过来的。如果这些东西不知道，或者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之中，我们就几乎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单说几个重要的做法。第一，我们财政金融长期是不分家的，后来才盖了人民银行大楼，在长安街上。原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两个单位是在一个楼上办公的，财政金融是不分家，所以它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主权向财政的债券和银行的货币做了政治性的赋权形成的两大信用工具。我不知道你们的教科书怎么讲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我们的财政发债和银行发货币都是国家政权向信用工具赋权。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在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我们的银行不良率高达1/3以上的时候，那就是财政直接出面把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一次性剥离，建立四大资产公司，分别针对中农工建四大行，然后把这些不良资产交给四大资产公司，由财政去慢慢消化去处理。因为很多不良资产呢，是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它会变成有效资产甚至优质资产，然后由外汇管理局向银行再注资，让它满足 8% 这个巴塞尔协定资本充足率 8%， 满足 8%， 然后推进市场让他们重生，这叫做凤凰涅槃，对吧？短短的10年之后，中国这四大行全部进入了世界排名前十位，再过10年，中国四大行成了全球排名前五位，前五位里边只有一家不是我们的，美国的高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是世界规模最大，这就是中国特色呀。这里边就有个比较，美国是个私人银行形成美联储这个体系，我们是国家向银行做一个工具，我向这个工具做了赋权，然后让它去做事。这两个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做比较研究，但是先不要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优谁劣。就像我一开始先告诉你们，全球化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那看国家用什么手段，国家有什么能力来面对全球化解体这个大变局。当我们的银行1/3以上的坏账，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我们正处在极端困难的这个阶段上，那我们靠什么？靠国家直接发国债，那就是由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策，靠国债救市。银行动转不灵了，那就是国家用增发国债的方式直接出手。我那个数字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总之我印象里国债一发就是翻了好几倍。为什么有这个印象呢？因为80年代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玻璃板底下多了一个小条，五彩斑斓的国库券，就是国债。我们以前叫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嘛，知道吗？周总理宣布的，周总理是在文革期间宣布的，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66年我们还清了外债，67年我们还清了内债。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是最干净的，最健康的。当然今天我们已经那段历史基本没有人谈了，但是怎么还清的，怎么就成了债务国？那我们现在看看后发国家大量都是高负债的，他们能还吗？能还得清吗？有人摇头，是还不了。当然也包括对我们的负债也还不了。好了，我们把那些就是要讲起来就更复杂了，大家下来可以查查，我有本书叫《八次危机》，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这本书已经卖了80万册，学术性的著作能畅销到这个份上，我也感到大家的努力是值得的。几乎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已经涉及到了。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当年是只能发几十个亿，为了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反感，当时中央要求机关干部买一半，所以直接从我们工资里扣，然后给你一个国库券压在玻璃板底下，算你有国债了。那是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财政严重亏损嘛，严重赤字，增发国债从40亿到50亿发到400亿到500亿，10倍。然后到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危机，银行动转不灵了，靠国债来投资。那怎么着呢？就一发就发到了1000亿以上的这种规模，靠国债投资
推动什么呢？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第一大战略1998年讨论，1999年正式提出，叫做西部大开发。接着第二大战略叫做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办和东北办，大量向这些不能产生收益的地区去做国债投资。今天大家都说我们叫基建狂魔，什么时候开始的？就那时候，拿什么投的国债？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认为那不经济，是不经济。你没有进入高增长的时候，你去投什么呢？当然那个时候提出的叫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系统，然后建机场、建码头、建车站，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然后接着，当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第三个就叫做中部崛起。我们用三大战略把区域差别实现了再平衡，这叫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内涵什么？坚持了你相对比较完整的国家独立主权，用国家独立主权向财政发债做了赋权，用债券这个未来收益才能抵补的所谓国家债务，带动了已经严重不景气的经济增长，把大量濒临倒闭的这些工业生产企业，也就是国企为主，把他们拉起来了。所以后来我很多分析中呢，我把这叫做用国债投资打造了第一资产池，第一资产池让国企搭了便车。我们原来没想外资，但是接着老天爷总在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候从天上扔下一个林妹妹，美国出事了。2001年美国爆发了新经济危机， IT 泡沫崩溃，大量的投资瞎了。那同年又爆发了911这个政治危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瘪。比如说美国资本开始避险流出，进哪儿了呢？进正在大搞基本建设的中国。所以从2001年我们本来是靠基本建设拉起来一点经济增长哈，但是还是很不景气的，这时候外资滚滚而来。2003年中国就变成了 FDI，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变成 FDI 第一的国家，超过美国。所以这个图表达的就是外资不断的流进中国，造成了一个外资拉动型的21世纪的增长，也就使得中国客观上有了一个因外资滚滚流入而形成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全球化怎么来的？很多人都说因为中国加入 WTO。 2001年是巧了，既有中国加入 WTO 12月份，又有美国的911。那美国911发生在前面，美国的 IT 泡沫崩溃引发新经济危机也发生在前面，所以到底是因为中国加入了 WTO 还是因为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当然是因为那个在前呀。于是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其实做过一些经济工作的人就应该了解，当你跟跨国公司谈判的时候，最终让跨国公司拍板决定向你这个国家做资本流入的这个投资的时候，什么是决策？说到这儿就要请你们注意另外一个现象，在中国接受外资啊，这个同一个时代，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后发国家或者南方国家开始接受外资。这个外资愿意去哪儿？就在2003年前后，我那时候跑了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到印度。印度号称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政治正确，但是外资并不因为你是自由国家你是民主国家就进印度。当年就当中国已经是 FDI 第一的国家的时候，印度连零头都不到，就是中国得到的外资流入的零头都不到。外资进哪儿？好了，我们后来做研究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你看被中国人说成是自由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哪儿？浙南嘛，对吧？温州、台州这一带，对吧？但是外资不去，外资进哪儿？进集中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江苏。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做自由市场选择？为什么选那些集中化程度高的地区去进入？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地方政府相对高效。集中度高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易费用低。你越是高度分散，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每个小的主体都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得到机会，对吧？好了，高度分散。越是高度分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成规模的外资要进入的时候，面对高度分散的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无法交易。因此它往往是选择的是集中化程度高的，不论你把这个集中化的体制叫什么，叫集权还是叫民主，对资本来说它选择的是成本低。中国的区域特色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党资只进珠三角？大家说啊，因为这一代的这个人都是同一种方言，同一种文化，同一种饮食。那你往广东的西部走一点，不也还是同一种语言吗？乃至于到广西都是同一种语言啊。不走，就到这儿，就在珠三角这一段，为什么不走了？台资它为什么也就在这一段，比如闽南这段，然后到从闽南到上海，那一定是有交易条件的。我们稍微再往前推一点，大家注意，当战后，我们刚才讲到二战啊，二战之后形成了两大寡头控制的地缘政治格局。但那个第二世界出现了什么？第二世界战后工业恢复以后，很快就出现了战后的生产过剩。战后生产过剩就导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欧洲这些自由主义的国家纷纷出现激进左翼运动。你们都知道法国的红五月，对吧？知道意大利红色旅吗？知道日本赤军吗？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到处发生左翼的活动，甚至是直接武装斗争。那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恰恰是欧洲国家和日本这样的工业化恢复很快的国家，他们开始在70年代出现了把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我刚才说的香港为什么多一步都不走哈，这个道理就是很有意思了。就是劳动密集产业率先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制造业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这个全球化的演变过程很有意思，产业资本阶段它矛盾怎么化解的？当年大家都担心打第三次大战，为什么不打了？大家都知道，那个早年这个民主国家是指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由主义国家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那个年代，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很有竞争力，是因为它使得所有劳工的福利大致上是均等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这个生产过剩这个阶段爆发劳资之间的对抗性冲突，甚至武装斗争，就在于它没有像苏东阵营这样，或者像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实现劳工福利。一旦遭遇经济危机，自由市场条件下，企业一定是压低劳工待遇的，所以就爆发劳资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着呢？那当时资本家率先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就是说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产业转移出去，转移到哪儿？转移到自由主义的国家，能维持得住吗？于是你们看哈，欧洲的大量产业转移到了拉美的军人政权国家，转移到拉美的集权政治国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那日本的制造业劳动密集产业往哪转呢？转到了东南亚的军人政治国家。当年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等等哈，这些基本都是
当然韩国当年也是朴正熙嘛。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够相对有效的把西方自己不能控制的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冲突压住。这后发国家是怎样形成工业的，怎么接受了什么样的工业，形成了这些国家的什么类型的工业，这些事情教科书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我们只有通过真正意义的调查研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搞得清楚。然后接着下一个问题就又来了，当这些接受了人家的产业转移过来的这些国家开始工业化生产的时候，请问它的产品能返销吗？以本国为例，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接收的是什么呢？是德国人的桑塔纳，对吧？你们有谁知道桑塔纳是二手的二手，先转移到巴西再转移到中国，那你的桑塔纳能出口吗？不能。那要你什么？你拿什么还债？假如你接收了它的落后生产线，二手的二手，你开始生产出工业品的时候，你根本不能返销国际市场，你怎么还债？自己本国的这点人民币能当硬通货吗？只能用农产品还债。这就跟当年苏联的做法也是一样的，不管叫什么主义，1950年代苏联支援中国的这些重工业产品，直到我1970年开汽车的时候，我开的还是苏联当年吉斯150，我的第一台车是美国人在二战和朝鲜战场上留下的 GMC 帆布棚木头方向盘，今天你们想开都不会再有了，那个奢侈感。就苏联人当年给我们的是 GAS 51，是51年型号的。给我们拖拉机是什么呢？斯大林50号。1950年版的。给我们的汽车像解放牌，我们的解放牌汽车的原型是吉斯150。我当年学车的时候，我的教练车就是吉斯150。所以我们当年接收苏联的工业生产设备的时候，我们生产出的这些产品能反销苏联吗？你们都摇头。那于是怎么办呢？只能内销啊。所以我在巴斯维基那本书里边就写这个故事，写得很直白。我说你把苏联的那个50马力的拖拉机接收过来，履带式的，你面对中国当时土改之后分散的4亿农民，让谁接受？谁能用得起50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于是当你开始大规模量产这种苏联装备的50马力拖拉机的时候，那就只能是以箱为单位。所以为什么搞高机社，有些人说是毛老人家极左，那么容易就极左了吗？这拖拉机要下乡。我甚至举例子，我说1949年我们搞新民主主义工业建设的时候，民营企业啊，就是当时的私人经济开始生产了苏联模式的双轮双滑犁，有两个铁轮啊，中间一个钢架，挂着两个犁环，它一次性的能犁两道犁沟的，就比我们套一头牛一个犁，木犁不是单滑吗？就比它生产效率高一倍啊。啊，当然你得大骡子大马。那这个东西要想下乡的时候没人买。注意啊，工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按照某个什么教科书给定的规律我们就完成工业化了，门都没有。好了，所以我们把当年的事情翻过来看一遍，就是你的工业根本不可能创造外汇收入。什么才能创造呢？农产品和矿产品。当年苏联要我们还债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一半一半，一半是农产品，一半是稀有矿产品，算还了外债。我们叫宣称1966年说没有外债了。那一样，发展中国家大量接手了人家西方转移的产业，劳动密集落后产业，你拿什么去还债？于是大量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债务国，就像我们50年代是苏联的债务国，70年代以后我们是西方的债务国。债务国有个什么问题呢？得按照债权国的要求改造你自己，债权国才愿意帮你续债，因为你短期内是还不上的。这活我干过，
当年就是我们高负债，我们从70年代开始用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我们的工业结构，我们就进入高负债。到80年代我们的负债很高了，还不上。这时候世界银行来中国，要让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给你的指导意见推进改革，他给你贷款，贷款条件相当优厚，软贷款只有 0.3 的年利率，30年相当于白给吧，硬贷款3点几的利率，当时中国正在高通胀，银行贷款利率至少10几，给你3点几，你也便宜坏了。所以我是当时中央安排的一个对接世行贷款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我就打了5年的交道，就是应对世行代表团每年2次对我们的考核检查。我就是把中国的怎么接受人家的意见，我们怎么改我们的制度，然后怎么适应你的要求，这套东西转达给中方的各个承接项目的单位，然后再把他们的解释转达给世行的专家团，我做2道翻译。就是在这个阶段我来的北外，1989年来这儿联合国议员训练部上的那个高级议员培训班，就是干这活嘛。那我就深深的知道债权人是怎样凭借债权所处的优势地位来要求债务人改变你的整个体系，适应我的需要。这活我干了5年，亲身经历。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发展中的国家当他要进入工业化的时候，他遇到的困境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在不断的向债权国承诺你要调整你的制度。好了，我们突然跳过来，我们脑筋急转弯一下，我们是最大债权国，谁的债权国呢？美国。我们派代表团去了吗？我们有资格要求对方按我们的要求改变制度吗？当年他们让我们干的活，为什么不能今天我们也去让他们干一遍？因为有这种亲身经历，所以我现在说他们其实是赖债联盟。哪个债务国现在想还债？不都不想还吗？那不想还怎么办？总得有不想还的办法，又不能听我们对他们去指手画脚，对吧？他还得坚持他认为他最先进，他最好，还得要求我们作为债权国服从他，否则你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有这个道理吗？而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就是没有听到哪个财经高官把这件事情翻出来哪怕提一下，就我们现在是最大债权国了，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要求债务国做点什么。你那个整个思想体系，乃至于这种思想体系所派生的教科书体系，没教出这样的人来。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我恐怕也不会有这种意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当西方资本在21世纪初大量流入中国的时候，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最大的 workshop， 最大的车间，你就是为世界生产的。谁来干这活呢？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它本来就是买全球卖全球的。他买全球卖全球，造成你的经济高涨，你的本币币值就向上抬升，于是乎他卖出去以后获得的贸易盈余，他要进来干嘛呢？等你的本币升值啊，好再赚一道啊。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贸易盈余大量转化成本币增发，我们就这些年变成了一个资本规模不断扩张，到现在成全世界最大。产业资本是他带进来的，所以2/3大类产业基本上是外资为主。因此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大类产业、中类产业、细类产业，我们是世界最大的产业国家，生产了全球最多的工业产品的总量了。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又变成了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这就是今天的现状。也因此问题是什么？
过剩。人家有过的过剩，今天发生在我们这儿。过剩的直接表达不是我在这儿说哈，我们在2014年讨论过，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的 L 型下滑。L 型什么意思？断崖式的。主要问题什么？产能过剩。于是2015年中央出台的文件叫什么？工业供给侧改革。然后要你干嘛呢？三去一降，对吧？去产能、去库存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都说明你生产过剩吗？但是在我们各位大家所看到的教科书里边有这概念吗？没有。那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的真问题呢？好了，接着当工业生产过剩，接着我们大家都知道哈，2017年中央出台了另外一个文件叫做农业供给侧改革。讲的什么？农业的结构性过剩。我们的粮食是紧平衡的，但其他呢？蔬菜浪费一半，对吧？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其实粮食也在大规模浪费。你们看中央电视台每次在新闻联播之后，前一段时间，最近不出了，前一段时间老说，如果我们节约粮食不浪费，我们能再养2亿多人。也就是现在的产量不用增长，你只要节约一点，那哪怕是领导人出面搞光盘行动，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你光盘了吗？有人点头，那谢谢你。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用工业化的方式改造农业，我们现在的农业总体上有过剩问题。其实全世界在用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改造农业的过程中，大量的去推进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存在着1/3左右的过剩。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过报告，50多个国家的调查，如果把农业的总产量折成干物质，对应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那世界农业过剩1/3。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就应该明白啊，我们今天所处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步一趋的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你摸到的就是人家已经有过的生产过剩。所以为什么要战略转型？就是一步一趋的跟着摸，摸到前面就是我们今天出现的问题。那接着大家知道，工业农业如果都过剩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第三大过剩，金融。所以2019年中央出台的文件叫做金融供给侧改革，针对的什么呢？我们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现在很多人都说要服务实体，服务实体，实体不景气啊，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它怎么可能是景气的呢？干什么亏什么。因此金融也过剩，所以我们的工业、农业、金融都出现过剩。这叫做什么？叫做全球化的危机的本质在于全球过剩。因此当有些人把今天发生的矛盾就现象谈现象啊，比如说是不是中国人说了厉害了我的国呀，是不是有战狼外交呀，是不是话说硬了等等，归结到找这些毛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对吧，有点小儿科了。真实的问题不是这个呀，是在全球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啊，恶性竞争是没有竞优的呀，是在竞劣呀，这就理解了吧。所以为什么讲全球化解体是一场大变局，实际上就是个危机。那面对这种危机，我们的调整是什么？大家想想，转向生态化呀。所以你们注意一下，二十大给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按照西方既往的现代化内涵来追求我们的现代化。以往的现代化，我问问大家，什么内涵？第一是工业化吧，那工业过剩了。第二什么？城市化吧，城市也过剩了。那进入新的美国引领的新自由主义这个阶段叫什么？金融化，对吧？那我们现在金融世界总量最大了。
那如果沿着这样老的西方给定的现代化内涵怎么走？也因此才有这次二十大，我们领导人非常振聋发聩地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指标。这话是非常到位的。那因此就我们不再按照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内涵去一步一趋的跟进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啊，这个你们都应该耳熟能详，对吧？首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到现在为止真正享受西方现代化的人口也不过就是一两个亿，而我们自己本国人口14个亿，将来可能15个亿，我们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此来表征你还是社会主义啊，你不能是贫富两极分化只有少数人呢。那这就代表一个重要的深刻的内涵，什么？就我们不能走西方少数人的现代化，它的本源是殖民化，而这个殖民化又和它的历史的根儿是连在一起的。你们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对吧？古希腊古罗马什么制度？奴隶制，对吧？谁是奴隶？城邦周围的原住民是奴隶，城邦内市民。因此这部分市民享受的所谓希腊罗马的文明占人口多少？不到 10%。 周边的原住民被当作奴隶占多少？ 90%。 所以如果说他的文明本源于希腊罗马的话，那他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的演进过程。等到欧洲成了殖民化的发起地的时候，他又把世界上几个大洲，南美洲、北美洲、澳洲、非洲变成了殖民化地区，仍然是奴隶，对吧？只有少数大概一个多亿左右的人可以享受这种殖民化带来的所谓的现代化，然后就形成了产业资本在国化，演变成世纪大战，然后大规模的让全人类受难。这个现代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因为要追求14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所以我们得什么？得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我们不愿意再去加入西方这种模式的竞争，那于是我们转向另外一个重要的基础，叫什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哪儿有？乡土社会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城里已经卷得不能再卷了，为啥？你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规模的把人口群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边，这叫什么？反生态啊。所以改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是从根上改的，先从人口规模巨大，我们不是少数人，我们要的共同富裕，那怎么办呢？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不跟你争了，行不行？那因此最后给定的叫做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再参与这种去覆盖全世界市场，然后全世界去掠夺资源的这种干法，我们转向生态化调整。所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叫做重大战略转型。所以全球化解体这个大变局之下，中国推进了重大战略转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片子上很清楚，如果按照一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态势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早在2005年工业 GDP 按照 PPP 法统计就已经世界第一了，到2015年我们一国的工业增加值是美国的两倍，是其他八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也因此中国现在已经当之无愧的是世界上产业资本第一大国。资本自有资本的特性，也因此才有今天大家耳熟能详另外一句话，叫不能听任资本野蛮生长，要让它有序运作。做什么来运作呢？做生产力要素之一。因此现在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什么？叫做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什么？资本过剩啊。而我们在资本极度稀缺的那个阶段上，
难免趋向于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什么时候转为亲贫困、亲环境、亲民生等等这些，是在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当我们现在出现资本三大领域都过剩，工业、农业、金融都过剩的情况之下，我们全面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个新的提法啊，难道不是合理的吗？有些人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是因为他背后有很多利益群体，我们不好意思叫的利益集团，但是实际上都是一个词儿，对吧 ？Interest group， 这是一个词儿。这个 interest group 当然它会直接去影响各种相关部门的政策。那因此，现在这次二十大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叫什么？自觉革命。自觉革命的重要手段，大家也看到了，从二十大以后啊，我们对不同的领域中采取了相对比较直接的手段啊，那。约束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资本野蛮扩张的行为，那也因此呢，把这个重大的转型转向二十大确立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道路，我们把它叫做伟大斗争。那这些事情呢，恐怕大家如果不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来理解呢，就往往容易很虚。如果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了，理解起来就会很容易。所以我们看，那就是转向生态化的时候，那你就得什么呢？就得把两山，大家也都知道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这个新的概念当成我们推进生态化的主要的方向。好了，这个道理呢，就是当中国已经客观上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啊，中国在这个西方世界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甚至是制裁，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产业资本它的竞争啊是一个竞掠过程。这里边给出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啊，那张有黑白的那个是70年代日本车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在砸日本车。这个是80年代啊，当日本的电器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国会山前面在砸日本电器。我87年去美国学习的时候，当时中国留学生有一个很惊恐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留学生被底特律的工人用棒球棒打死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日本人，他们看不出来我们是什么人，对吧？就反正你们都长得一样，就误认我们是日本人。那个年代美国人最恨的不是我们，我们80年代正是跟美国处在蜜月期的时候，美国最恨的是日本人，因为日本大量向美国做了产业覆盖，这是客观过程。那当然后来美国人制裁日本人，大家也都知道，那故事我就不讲了。那总之呢，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演化过程。在这里边啊，这个我们看到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反应中最为要害的，就是我们大规模减持了美国的国债。因为我们不可能行使债权人的任何福利，我们没有债权人的好处，那我为什么还要持有这个债权呢？那于是就大幅度下降。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大约30%以上的债务是国外的啊，60-70%的那是国内的。那我们占呢美国在海外债务中的差不多有将近一半，就14%左右啊，现在下降了4%左右啊，这是个客观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并且还正在不断的推动这种做法。那同时呢，美国自己是在大规模增发货币啊，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所谓信用，两个信用工具也是在互相作用的，美联储增发货币，美国政府增发债务，用增发的货币来买债务啊。当增发的货币过量的时候，不仅买政府债，还要买企业债，甚至美联储直接进入股市啊，因此它的金融游戏也是没有规矩的啊！不要以为美国的股市发展是健康的。好了，那接着，每当啊美国和西方的债务对 GDP 的比重大幅度上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太平的，一定是战争。好了，详细的就不那么解释了，我重点解释一下这个冷战三阶段。
大家知道，我刚才说到老冷战的时候是战后，美国和苏联分割控制世界，同时向自己的战略前沿输出了重工业。中国属于战略前沿，因为整个亚洲战场原来按美苏的计划，我们应该是划长江而治。毛泽东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没给他留这个机会，剩的只是台海。但是在朝鲜形成的是三八线划界，也因此战后的热战，比较大规模的热战爆发在朝鲜半岛。那同理，美国在欧洲和苏联划界了柏林、东西德等等，也形成了战略控制。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苏各自向双方的战略前沿国家输出了产业资本、重工业、军重工业要打仗，为了防止第三次大战。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苏联向中国输出的重装备工业，同理在欧洲前线国家也都得到了美苏双方输出的重装备制造业。这是战后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除此之外他们只就是工业化国家只愿意转移劳动密集产业、落后产业、高污染产业，而不会愿意转移重装备制造业。所以我们早在1956年就已经能生产飞机了，1954年就能生产拖拉机了，1953年就生产汽车了。所以中国过去从工业一穷二白突然得到了重装备制造业，我们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是紧密的依附在投资国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冷战的战略阵营是清楚的。那当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苏东体系它是非货币经济，而美西体系在80年代推进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开始从大量向外转移产业，同时本土经济进入金融化。那一头进入金融化，意味着它可以用纸的这个经济创造增加值，而另外一头仍然是靠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所以苏东在80年代改为 GDP 统计，就计算交易增加值的这种统计方式的情况下，苏东体系在经济指标上落后了，这是个重要的原因。于是你们看，在美国在1980年代金融资本主导以来，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苏东相对比较平稳，没有明显的增长。于是乎呢，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就认为苏东的体制是落后的。想想我这个不多解释了，只是告诉大家老冷战的意识形态在双方发生产业结构的变化，就经济结构上出现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头解释为自由市场经济所创造的高增长，但实际上是进入金融资本这个阶段虚拟化扩张，另外一头维持在实体经济换货贸易的这个体制之下，它无法计算换货所形成的交易增加值，也因此总量上来说它是稳定的，它只计算的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我生产多少吨麦子、多少吨西红柿、多少车床、多少汽车，它只这么计算，而这些计算又不是用货币作为单位来计量的，它只算的是那个物资的产量。好了，那接着当然就双方之间就立分高下，还有当然其他的原因哈，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只是告诉大家基本体制上存在这样一个客观情况。再加上我们从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在苏东体制上撕开一个大的口子，这方面我也不多讲了，只是说呢它是个客观事实。所以才有柯西金紧急跑到中国来见周恩来特别担心整个战略体系被撕开，但事实上他已经很难再恢复了，也由此演化成后来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就不多说了。接着当苏联解体事件出现，超级霸权就是美国，这就叫做进入到后冷战阶段，美国单极霸权可以控制世界了，这就叫一个世界一个体系，原来叫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现在一个世界一个体系。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因为苏联留下了，苏东解体留下了大量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资产没有进入货币化，
大家网上搜可以找到我当年去苏东考察的时候直接感受，我是从美国过来的嘛，对吧？我换了一沓美国的 American Express 那个美元支票，可以在任何一个苏东国家在当地换当地货币，撕一张100美元，一换就是一摞很厚、很重的钞票，它的金融体系崩塌了，于是变成谁呢？就近欧洲的硬通货滚滚流入苏东。把它的资源性资产和实体资产完成了货币化 （monetization），完成货币化的收益进入了欧盟，促进了欧盟从原来的欧共体变成欧盟一体化，再进一步就是发行欧元。所以从1994年、1995年，这个西方货币吸足了货币化的好处之后，开始进入欧元区的紧锣密鼓的准备。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后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欧洲、欧盟、美元集团对欧元集团，这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成了后冷战阶段的主要矛盾。于是你们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欧盟周边不断的发生地区冲突，中东啊、北非啊，各种各样的地区冲突，乃至在欧洲内部，比如巴尔干冲突等等，这些压住欧元崛起的势头，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发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这叫做后冷战。当中国，我刚才把中国怎么接受外资，然后怎么崛起，整个这个过程跟大家简单说了以后，那大家注意哈，就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尽管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曾经宣布中国是他的竞争对手，但是因为美国资本大量流向中国，那中国呢所创造出来的美元外汇又主要投向了美国的国债市场，那就意味着中国既用廉价商品帮它维持住了 CPI 很低，美国可以大量增发货币但不表现为通货膨胀，又大量向美国的国债市场注入了我们获得的贸易盈余，我们把它叫做双重输出，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我们因此成了美国最好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中美关系是历史上战略关系最好时期，美国的高盛集团也提出 China-America 中美国 G2 中美共治，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好像双方从80年代的蜜月期经历了90年代闹点别扭了哈，然后到新世纪之初第一个十年又和好如初，有这么一段特殊的阶段。而麻烦不是我们，麻烦是2007的次贷危机和2008的金融海啸，还是美国自身的矛盾，就像2001年是美国自身的矛盾带来了一个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机会。那接着2007-08年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转向 QE， 叫 Quantitative Easing， 这个 QE 政策就是量化宽松，用量化宽松向世界倾泻流动性，向全球转嫁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做出应对性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去签一带一路的协议，特别是双边货币协定，我们签了100多个国家，我们开始 ASEAN Plus One 东盟加一，然后就 Plus Two Plus Three， 这个就一个一个加，要想变成东亚的自贸区，同时试图形成东亚的亚元，这就意味着你要切美国的奶酪。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是把大量的贸易盈余投向美国的国债市场，帮他维持美国资本对世界的扩张。那从他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他向全球转嫁通货膨胀，那我们不得不自保，我们的自保就得罪了美国的全球利益。所以就从这个阶段，在2009年奥巴马还在当政的时候，就开始高调重返亚太，提出把60%的军力部署在亚太，遏制中国的动作。注意哈，这就是全球化的境略。你要怎么着？要不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保，你就一定会跟在金融资本阶段实际上占据着霸主地位的美国发生对抗性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渐次变成了美国的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方，就美中之间变成主要矛盾，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这就躲不过去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国内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那都是不是主要问题了，就是你客观上构成了利益上的双方对垒。那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还是那个政治老白特朗普他把美国的要求说清楚了。所以我们说特朗普又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是他，我们今天很多高官和学者们是很难说清楚美国到底要干嘛。现在对吧，大白于天下，就是特朗普之心尽人皆知了。你再看在这个阶段，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来做结构调整，因此只能继续大规模增发。那就美国是国债和货币都在大量增发，不断的向上走，是吧？尤其是国债，大家也看到了耶伦现在提出的什么呢，从31.4万亿美元的国债要在10年的时间里上升到51万亿，平均每年要增2万亿。你们知道不知道1980年美国开始进入新自由主义的虚拟扩张之前，美国是多少国债？1万多亿。到现在多少？从1万多亿增长到31万多亿，还不够。然后还明确要求中国必须买。那你们应该看到，美国高官一直说要来中国，来中国。我们一直是含含糊糊，含含糊糊。我们先把局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你来，你得有个说法，对吧？你不能一边打着我，骂着我，然后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你来谈你要好处，让我们买你的国债，凭什么？你又不尊重我作为债权人的地位。你又不听我作为债权人给你的指教，反过来要指教我，你作为债务人你凭什么指教债权人呢？那这些基本关系没有理顺之前，不断的挑战践踏我们的底线，怎么让我们帮你呢？中国人很善，我们愿意帮你一把，但是你总得满足我们的基本要求。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原来极限施压嘛，就不断的增加对你的战略压力，制造各种各样的，比如周边的这些事件啊，包括对中国各种毒的势力，你看港独啊、疆独啊、藏独啊，这是给几百万就能闹点事儿的这样的做法。那他不断的在做，我们拿了几个亿的美元来策动这些事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你没有谈判的可能，你不具有诚意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叫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打造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什么呢？乡村振兴。所以我们把冷战的阶段演变讲清楚了，大家就知道我们实际上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局面。这个不说了，反正都是数字，美元在它的币值是在不断下降的。世界上的结算货币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 X 型。美国在结算货币的占比上一度下降到 38% 点几，欧元上升到 37% 点几，尽管中国的人民币并不算什么多大的比重，但是正在上升。所以这个世界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当然储备货币美国现在仍然占到 59% 左右，但它下降趋势是明显的。如果这次耶伦再提出一个新的所谓的债务增加的这个计划，如果得不到债权国的响应，那对美国来说必有大动作。这个大动作绝不可能是理性的，很可能是战争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正常情况下开始应该是代理人战争，通过代理人战争再进一步扩大为其他的方式。特别是所以新八国联军已经在中国南海地区做了预演了，因此我们现在的外交动作啊，马克龙和这个乌拉他们来啊，并且表现出欧盟要有自主战略，这就已经是我们重大的外交胜利了啊，就是破解八国联军一起向我们示威的这种阵线啊。那就美国自己来，那就力量要小得多啊。当然其他的那些所谓八国联军并没有太大的力量，但它总之是一个结盟关系。好了，把这些事情讲清楚，我们就知道作为东亚我们最大的不同，只要提一句，其实不用照片子留在你们这儿了，那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啊，我们有一个 B 站上有一个国人全球大讲堂，还有国人相见，那个两个公众号是我们的公号，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啊。另外在头条和在抖音上有我的名字的公号，
也都在里面，大家要找是可以找得到的。那这一段呢，其实也不用多讲，就是我们无法跟殖民地去拼资源，因为殖民地是把原住民干光了，对吧？我们很少有人去做原住民的调查，而美国的原住民我至少去做过2次调查，了解他们口述的历史，他们怎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殖民地是因为原住民不被承认财产权益，而形成殖民地当局向外来的白人殖民者赋权，形成他们的资源型经济，就是大农场，就这种模式不是我们应该竞争的对手，因为没法竞争，我们不可能出去把人家砍光，然后把那个资源占了，你没有那个条件，你就谈不上你跟美国农业去比什么，没法比。那一样，我们跟欧盟农业也没法比，我们唯一可比的应该是日韩。好了，这个也不多说了，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叫做典型的东亚原住民社会。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要说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文明的传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应该这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可能仅照搬西方的西马，就认为那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文明的长期传承，它是我们现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内涵。好了，那因此呢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贫富分化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其实它的本源都是所谓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就按照西方模式推进西方的现代化内涵，一定会造成严重两极分化。所以我们才提出，我们要的是14亿人口共同富裕。这个详细的也不讲了哈，这个红字儿已经标出来了，越是现代化国家，它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我们多多少少还曾经化过债，但他们是做不到的。然后，作为发展中国家，越是全面接受西方上层建筑的后发原住民国家，它的贫困率越高；接受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后发原住民国家，基本上都跌入发展陷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详细的我不讲了，我有大量的例子。接下来，经济结构越是高度现代化，基尼系数越高。我说西方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代价转移。当它自己爆发危机的时候，它能够利用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利用所谓的量化宽松，并且它联合了西方的主导国家一起推行量化宽松，就意味着向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倾注了流动性，造成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猛涨。比如2008年那次，就造成了石油价格从原来38美元涨到140多美元，翻了4倍多。粮食市场小麦价格翻了2倍。这造成世界上严重的能源通胀和粮食通胀。越是依靠进口能源的国家，就越是输入型通胀。越是靠进口粮食才能维持百姓生存的后发国家，就爆发所谓颜色革命，这个世界就乱成一团。大家当不能用比较深透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时候，那你就等于陷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那就发生内乱。我们对中国的解释刚才已经做了一些经验的说法，我们现在做一点理论归纳。第一个叫做主权外部性，所以主权外部性指的是什么？就是后发国家在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或者资本输入的时候，都会因成为负债而接受西方的制度或者是话语体系，那就意味着你原来所形成的完整的主权有了残缺，留下了西方力量进入的缺口。那我们再说呢，如果讲我们有什么优势，那就是我们叫做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优秀传承，在我们当代得到了一种
体现。我一开始之所以强调全球化的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如果你不能以举国体制来应对，个人应对的结果往往是很难有效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呢，就是可以以国家政治权力所形成的信用工具直接做国家所需要的战略性投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当97年98年我们遭遇到那场大危机的时候，不就是靠国债吗？用国债给国企打造了个机会，让他们进入到基本建设的这个领域中，他就活了，他就不至于大面积的去失业，然后无数家庭解体。当我们现在遭遇到这个全球危机的时候，我们大规模向农村去投，你们有谁知道乡村振兴投资规模多少？7万多个亿。上一次我们解决绝对贫困，我们用了5年时间在世界上第一个消灭了绝对贫困，投了多少？仅国家的国债投资2万多亿，加上所谓各省的各个企业单位的这些投入啊，大约得总量在3万多亿。所以7万多亿的乡村振兴，3万多亿的脱贫攻坚，加在一块儿10万多亿，12万个亿，用于缓解乡村的贫困，缓解乡村的落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如果我们把城乡融合、把生态化建设啊融合在对乡村的投入之中，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长期增长的几个阶段。我们以前的这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在于过分投入到了房地产啊，我们自己在银行工作，我们有啊专家算账，算出来55%以上的居民借贷投向了房地产，51%以上的企业借贷投向了房地产，房地产已经严重金融化了。如果再不刹车啊，这问题会非常严重。当然这个意见不一致，直到前不久还有领导在强调房地产的重要作用，这都不为过啊，应该这是多种意见正常表达嘛。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再不转向乡村的投资、乡村建设，那恐怕维持增长的动力就会明显的衰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中国靠着它自己的相对比较集中的体制，我们叫做举国体制啊，去加强生态建设、加强乡村振兴的建设，意味着我们在做跨周期。中国最大的这个举国体制的优势就是既能逆周期又能跨周期，对乡村投叫做跨周期，对工业体系做啊这种国债投资叫做逆周期。所以我们在20大召开之前曾经有过中央文件明确讲，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不一样，他们只能顺周期，我们可以逆周期，我们还可以跨周期。因此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啊，到本世纪中叶的稳定发展还是有信心的，当然不打仗的条件下。那我们看下面呢，这个从现在的这个GDP 增长和这个债务的这个比重来说呢，我们尚有空间啊。相对于美国这个最高负债国家，当然也有我们的学者在做中国的负债的研究，指出我们比美国还要负债更重，但实际上我们以现有的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还相对有空间啊。如果按照统计上公布的，我们现在政府债务占 GDP 大概还在60%左右，如果把隐性负债也加上，那就恐怕会比较高了啊。但总之综合负债加在一起呢，我们大约也接近200%了啊，但是还是有空间。什么空间呢？就是假如我们转向国内大循环，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战略呢是有一个选择的，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向从海权战略向陆权战略的转型。有点历史知识应该知道，这个啊海权和陆权的竞争是在清末，当我们被西方打了以后，李鸿章是海权派啊，左宗棠是陆权派，对吧？那大家也都知道左宗棠有很明显的这个战略举措，稳住了中国当时西部的
边疆的国土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当海权竞争明显受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正在转向陆权开发。中国国内提出了七大区，我们叫 sub-regional integration， 次区域整合。那西部的战略重镇是成渝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向西啊，可以西出到中亚，再从中亚进入阿拉伯世界，再进入北非，从北非去走泛非路桥，那就它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啊，基本建设需求啊空间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机遇。那再往如果往国内看，我们国内的路网已经形成了。那从成渝经济区再往南呢，就可以下到中南亚，就进入中南半岛啊。那就是中国在陆权战略的开发上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那在除了国内的生态化之外，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陆权战略的析出。这些我就不详细讲了。只是说呢，中国曾经有过90年代严重困境之下的依附过程，再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也是在一系列的国际变局之中，我们逐渐走出了一个去依附的新的道路。这个道路呢，用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全面解读啊，希望大家认真的了解。那我刚才讲到逆周期和跨周期，这个我们已经有详细的过程啊，就不一一跟大家叙述了。那在现在的这个最为主要的战略方向调整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生态化。生态化呢，领导人的讲的这个生态化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叫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资本深化，这三个化啊，对应的就是当我们要从工业化加城市化的现代化内涵调整向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化内涵转型的时候，怎么把生态资源变成产品，怎么把产品推进市场，怎么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化，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时期来说呢，恐怕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内涵。好了，这个刚才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要点已经讲过了，不重复了。我们只是说呢，它会带来很多新的工作空间，比如说大家在城里卷累了，想下乡了，那我们现在就正在推出城乡融合战略。要我们现在有的人做计算呢，能算出一个几百万亿，大概600万亿左右的发展空间、投资空间，啊，那就意味着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啊还会有很大的增长。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求一些深化改革的安排，特别是制度性安排，今天也不说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得到，最终呢会实现啊，在县域经济这个发展中实现三级市场，来推动啊这个领导人所说的这个生态的所谓三化。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有兴趣的人可以找网上我们的读书会的同学，他们把我关于生态化转型的这个演讲做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解释啊，大家可以查得到。这个东西都在网上发过了，所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多些理解。好，我今天跟大家的汇报就到这儿，说错的地方各位多批评，谢谢。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可以简单做归纳。第一，这一代呢人口净流出，就不可能有原来的那种发展方式，比如说工业化、城市化。那城市化一定是人口净流入，它才带来需求。如果是中西部，特别是西部人口流出，它就没有这种需求。没有需求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需求，没有需求不能带来增长。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关系？对，但是应该注意，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
是海权战略，是海外资本投入带动了中国外资拉动性的增长。我刚才没来得及解释，我说港资为什么只投在珠三角，多一步他都不走，粤北粤西去不去？不去。乃至于粤北和粤西给开出了零地租零地价转让土地的条件，港资都不去。为什么？想过吗？生产方式内生的结构性问题。港资是前店在香港，后厂在珠三角，它要最近的距离，多一公里都多运输成本，物流，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就是本来就是极低收益率的加工贸易型的劳动密集外向型经济，它是不可能大幅度迁移的。那这种经济只群集在沿海，哪怕把沿海生态环境搞得很糟，它也不向内地转移。那你只要是坚持这种发展方式，我们现在大家都认同的哈，加入深度融入全球化呀等等这种发展方式，怎么可能让中西部的人不流出呢？更何况当中西部的劳动力流向东部的时候，请问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把他们的经济增长按人均算包括那些流入的吗？不包括。社会保障给他们吗？教育医疗等等覆盖他们吗？都不。那就是最便宜的方式咯。只向中西部来的这些年轻劳动力掐草尖儿，支付他们18岁到20几岁这十年最佳劳动年龄的黄金段，把这段占有了，剩下不要了。用这种方式你怎么可能让人口让产业能向中西部流动呢？他在东部在沿海在离市场最近的地方，他就可以得到劳动力的几乎大部分剩余价值。所以如果不调整我们现在的这种发展方式，不调整这种方式所依存的制度，你怎么可能让中西部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呢？在这些东西都不调的情况下，顽固左右而言他，非得说那地方不行，是那儿不行吗？所以我们有些朋友拿着不适当理说，就影响到你们现在看问题只看到的这些现象，深入分析一下就不是这样。大家说还有很多人叫板说你们说往乡村投，乡村呢人都跑了啊，你怎么能向乡村投呢？没有效率啊。我说是谁让他跑的？你们把乡下人进城半年算成城里人对吧？你们可有把城里人下乡半年算成乡下人的？你的制度就没有给人家激励吗？现在已经有上千万城里人下乡了，你不算呢？然后他们在乡下所有的创业所创造的经济产值，你的统计不包括呀。然后你就说他没产值，他没有经济，他没有什么，你就说他就该衰败。明显的是反生态嘛。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你稍微把窗户纸啊扒开一点，你就能看到里边的真实问题是什么。真问题往往不是我们现在满大街都能听到的这些东西。深入想一想你就有问题意识了，就可能就将来会有利于你们去做论文。好，谢谢你的问题。谢谢你的问题，因为你确实在思考。我先给个基本的规律分析哈。我原来提出过，就是任何区域整合都是纵向整合的可能性比横向整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横向 horizontal 这个整合，只要你是产业同构的你就是横向整合，纵向产业不同构有高有低，那它的区域整合是成功的。我们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这个经济区为例，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容易整合？当然除了美国霸权之外，还是因为美国占有金融资本的最高端，技术资本最高端，加拿大是什么资源
墨西哥式劳动力正好构成纵向整合条件，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怎么整合都是成功的。而东亚，我们有什么他有什么，而他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我们在产业上是平的、同构的，因此只有恶性竞争，而没有中日韩完成东北亚整合的可能性。那于是应该怎么做？大家去整合东南亚，东南亚就成了一个宝贝啊！那我们向东南亚大量的让利，我们长期维持着对东南亚的贸易逆差，最近才开始改为顺差，以前我们一直是贸易逆差。嗯，也就意味着，其实你用你自己国内的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你自己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拉着这个所谓东盟十国。那为了想要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大家都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做点整合，我们才开始跟东盟联合推这个10+1、10+2、10+3。但接着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情况被美国人破坏了。就到现在为止呢，东亚的整合应该是最困难的。问题在这摆着。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做东盟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呢恐怕也要开辟新的空间，那就是对阿拉伯世界、对中亚去做必要的整合、必要的调整，以形成西出的新战略。这就是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战略方向。这些调整呢尚在进行中，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现在也不好说。那总之国内国外都应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跟第一个女生提的那个问题差不多。我刚才已经把这个如何从这些问题的现象上去形成相对清晰一点的问题意识，然后你才能做研究，把这个道理已经讲了。那我再多讲一点呢，是想告诉你们我们以往的脱贫攻坚过程中有哪些实际上发生的经验。我们来看啊，中国以现在的这个举国体制是否能够有效的缓解啊西部地区不断下滑这样的发展态势。我在山西做过一个县的脱贫攻坚的调查，这个县84个村，其中80个贫困村，绝大部分是贫困。那怎么做呢？这是黄土高原地区，啊，大家知道日照时间长，降水量小，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农业条件非常差。那这些地方怎么脱贫？就是像这些地方，国家给每个村投资几百万，建立光伏，要用光伏发电，能够使这个村每年增收几十万。就在国家这个光伏并网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这个80个村呢就意味着一次性的脱贫了。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县云岩黄河大家都知道一碗水7两沙，那因此它是个采沙的好地方。那过去呢这些沙源被少数利益群体控制，那现在呢就是县里边组织80个贫困村等股占有黄河这个采沙的股权，大家等笔出资形成一个采沙公司，然后每年从这个里边挖的沙子就卖钱了，卖出来以后就大家按股来分配了。总之呢我们是国家用国家能够控制的投资形成叫做重资产投入于弱势群体，并且国家承担了国家投入的100%的风险。那弱势群体没有自主资本积累的能力，他们可以零资本但却获得资本投资的风险收益最大化。就是他只有劳动力，他没有自我积累的能力，他形不成资本，国家给他资本。这样，那对于像西部地区，比如说像新疆，国家一年几千亿的转移支付，几千亿的专项债和贷款，其实都是投向这个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西部的最大的省份，
来完成对这一代老百姓自己没有自主资本积累能力的前期投入。当这些投入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注意哈，这时候可能会，我这么说哈，弄个政策，你不要在北京待着了，你想有财产吗？请你去新疆，给你一份。我在这儿已经投了几千亿的资产了，或者上万亿的资产，这些上万亿投资资产是设施性的，经营性的，那你可以参与成为股东，就像我们当年移民石边给你授田一样，我现在给你授一份资产，条件是在这工作，要还是不要？我可以一次性的给你，比如50万甚至100万，资产是你的，但条件就是你必须建设边疆，在这工作，然后可继承，各种各样的政策看你怎么去衡量，对吧？衡量利弊嘛，就大量的投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国家已经把重资产投到了弱势群体集中的地区，像山区啊、农村啊等等，我们只不过没有把这部分大量投入的多少万亿的资产把它活起来，没有活化它。我们的深化改革仍然还集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上，还没有转向生态化，没有转向内陆的基本建设，很多机会都还没有被我们利用起来。所以小伙子，机会有的是，慢慢来吧。谢谢你的问题。就是说从现在的过剩什么时候出现下一个短缺，对，我们才有可能再增加出口。那如果我们没有等不到呢，我们就得用什么手段？就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把别人的生产能力打掉，然后你才能维持你的所谓外贸出口，是这意思吗？当然不可能了。是这样哈，你看我们原来相信的是大进大出，但实际上呢，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它的进出口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统计上计入到中国，显得我们的总量很大，但实际上干这活的，并不是你想象的，是中国自己本土的外贸商。我们的外贸商呢，很大程度上是附着于跨国公司的。你说这个利益群体哈，就 interest group， 它怎么分析？历史上这个定义是很清楚的，现在我们不这样定义了，那就是服务于跨国公司的这些贸易商，它历史上曾经有过明确定义，那这些人呢，当然属于这个 interest group 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一部分人，他们所附着的这个大规模进出口的这种发展方式，就是现在调整的重要阻力。因为你要调什么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哈，从这个特朗普打贸易战以来，不是简单的我们的出口量大小的问题，而是人家要用各种各样的非市场手段强加制裁，使得你动转不灵。人家明确表示是遏制中国，而且他的政治家也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再过几年就来不及了，遏制不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正常的贸易问题，而是战略问题。那人家，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们要感谢特朗普，他把话说得非常白，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政治老白，对我们来说就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让我们看清楚了。那看清楚，那我们就要调。我们不能调国际市场，我们调的什么？自己的战略转型啊！我们什么时候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想想，商学院的学生，2020年，《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时候，明确强调我们要从过去啊深度融入全球化，这种发展方式，转变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那既然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就得明白，你看我们过去比如说铁矿石，我们大概
90%靠进口，农业领域中大豆90%以上靠进口，天然气好一点，石油我们70%靠进口。那这样大进口啊，你还要干嘛呢？还要为全球去生产，为什么要把污染留在我们这儿，而把产品送给人家呢？转为国内大循环，那就意味着我国内需要多少，我少点进口，少点出口，不就转向国内大循环了吗？我们没必要在全球都过剩，你的制成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的情况下，继续把自己国内的资源环境破坏，把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放弃，然后你去追求那个国际市场占有率。尤其我们学外贸的这些朋友们啊，请千万不要把外贸当成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今后转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该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作为我们发展的主要来源。好，谢谢你的问题。